名人搜身，张韶涵出门不啰嗦，东西越薄越好。哇，张韶涵不止身材单薄，连包包也很单薄哎。懵懵懵懵，名人搜包竟然可以搜出一个 A4 size 的一个专辑，是不是很厉害呢？骗谁啊，一定是助理帮你带的，但这个小包还真的挺能塞的。就是随时你想要戴墨镜的时候，想要变有型一点，就随时都可以很有型。因为我喜欢像这样有点古时候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写出来的字感觉就会很漂亮，但其实这是骗自己，还是要自己多练。清洁口腔给吸是他的必备品。说有时候，比如说访问或什么要唱歌之前啊，吃完东西没有刷牙，会让那个麦克风感觉好像有一点那种，好像不太尊敬麦克风。保养牙齿的啊，一定会有。然后漱口水啊。啊，那没有杯子怎么办啊？这个是我觉得真的很酷的一个设计，看哦，是 Made in Taiwan。杯子。很方便，是因为有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或工作啊，然后就想说啊，有没有杯子？有没有杯子？又找不到，然后又想喝东西，然后就可以这样子携带，超方便的。也会用这个刷牙，好方便，对，超方便的。要省空间，东西具有收纳机能设计就很重要哦。信用卡夹，那我就觉得很方便，就是这样小小的东西，然后里面可以放钱，然后里面可以放那个信用卡，就这样推。就可以推出来，然后就会很清楚说哦，哪一张卡是哪一个，你就不用再找，那就很烦。我皮夹就用这个啊，干嘛啰嗦那么多？苹果娱乐新闻，蛮炫的报道。